各位爸爸妈妈们，这是学龄前的孩童呢最佳的选择。小牛津启蒙 DIY 自制教材百宝盒呢，是我目前最推荐的点读笔系列，因为呢它有200组的录音贴纸，可以自己录音档在贴纸上面，并且呢把贴纸贴在任何地方。还有哦，它还有3000组的放音贴纸 ，MP3 的档案呢放入贴纸中，或是外面的课外读物都可以把 MP3 档案放进去录音贴纸里面，就可以让任何的书籍都变成点读书哦。里面有很多的语言学习，像英文、台语、客家语、日文，还有音乐，还有数学，包含生活观念，所以里面的内容非常的丰富。先把点读笔就是接上 USB 之后连接到电脑，上面呢就会有它的这个档案，就是会有这些资料夹。那我们最主要现在呢就是要用这一张，就是 MP3 的播放，就可以把小朋友的课外读物或是里面有一些 CD 的档案可以直接把它放进去。像现在的档案就是有这个英文学习的语音，那上面就是要按照它这个编号，贴纸上面它这个编号要去给它更改它的名称，它上面就有写说就是先准备好想要播放的 MP3 的档案，并且贴上按照贴纸上面的编号，它是 NR7， 后面就下面就是数字，那后面要记得要点 MP3 为命名，之后再把它档案丢入到它这个点读笔的这个资料夹里面，这样子就可以直接做使用了。那我现在先操作一次给大家看。那这个的话就是第二个，那我就按重新命名。那它的名称的话是 NR7 边，还有这个是10303，之后按确认，之后就把这个档案丢入到这个。你看里面已经有一个档案了，那我就是把这个刚刚修改好的把它丢进去。接下来呢，我刚刚已经贴了第一张，那这个是第二张，刚刚有做示范的，那我就把它贴在这边，因为这个是第二个单元里面的内容，直接把它贴上去。那我们现在就是直接来示范给大家看，刚刚我们把它 MP3 放进去这个点点贴纸里面了，那就是点它。Page 4, Unit 1, A, B, C, the letter A, A, listen and repeat. Hi, I'm an angry apple. This is the A sound. 那我们的话我们再点第二个。这一本的话是课外读物，那就是已经有帮我女儿做好这一个点读贴纸了，里面已经放到 MP3 的音频档案，音讯档案都是放在里面了，就是也帮她都弄好。现在来让我女儿来试试看，来，你要先开始吗？ apple 有没有觉得很方便？很方便，就是你不想要听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先直接就是按暂停，先暂停下来，之后再继续。对，所以呢，有课外读物的，我觉得真的非常方便。对，你也就不需要再用那个电脑播放啊，或是说手机播放，或者是 CD 播放都不用哦，就直接用贴这个贴纸，就超级方便的。对，所以我们真的很推荐这个小牛津的点读笔。对，没错。现在呢，就是要来录制故事书，所以呢，现在开始开机后呢，直接从这个开始先录音。年兽爸爸在院子里一边砍柴一边叹气，唉，圆圆妈妈问爸爸为什么不开心呢？妈妈难过的说，爸爸想要出去赚钱，为我们多买一点东西，可是一直找不到工作呢。停止录音，他就会显示停止录音，就小朋友要阅读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按这个 play。 年兽爸爸在院子里一边砍柴一边叹气，唉，圆圆妈妈问爸爸为什么不开心呢？妈妈
难过的说：“爸爸想要就是。”所以呢，小朋友他们想要自己在家里阅读一些读物的时候就非常方便，也不需要就是爸爸妈妈在旁边一边念，这样子他就只需要一张贴纸按播放，他就会自己开始自动念了。我觉得这贴纸真的对于爸爸妈妈来讲真的非常的方便，而且省下很多很多的时间哦。1 2 3 4 2 2 2 6 2 7 2 8 2 5 2 10 2 6 2 2 7 4 2 8 10 6 2 9 10 8。嗯，三七三二得六，三三得九，三四得十，三五十五，三六十八，三七九十，三二二十四，二七二十七。完成了这个桌游颜色贴贴了，来，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第二页，太棒啦！觉得好不好玩？好玩，好玩，而且还可以练习小朋友的那个英文。对啊，还可以就是颜色，还有水果是什么，食物是什么，对不对？还有半半加九的。那个自己算数的哦。对啊，所以我在这边呢推荐给你们大家小牛津启蒙 DIY 自制教材百宝盒，让孩子学习更轻松，爸爸妈妈呢可以更放心的让孩子自己自学。详细的资讯呢就在影片的下方可以阅读，那影片下方里面呢有连结，如果想要购买的话也可以直接点选购买哦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帮我分享加订阅，还有帮我按个赞，那记得订阅的时候要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才可以追踪到收到我的影片的最新的通知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